萨瓦迪卡。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阳光圣男厨房，我是小圣。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白菜豆腐汤啊，对，那这道菜呢也是一个素食，但是非常的营养美味啊。好的，那在此影片开始之前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那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肯定。好的，那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个食材都有些什么。好的，那桌子上面呢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那首先是我们这个豆腐啊，那豆腐呢已经把它切成这样的片啊，等一下我们要炸，稍微炸一下呢，把它炸到金黄，然后我们再煮。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白菜，白菜呢也是把它切好了啊，对，也不多，刚好。再来就是我们这个佐料，佐料呢有这个香菜根啊，香菜根呢主要是增香啊，西红柿、生姜、大蒜。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这个食材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白菜豆腐汤已经完成了。那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看着真的是非常营养美味啊。那现在我们来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哇，这个真的太香了，又香又鲜啊。来，我们来尝一下。哇，这个太香了。我们先尝一下汤啊，这个汤汁看着真不错。哇，这个真的太鲜了，香菜根的鲜香，白菜的鲜甜，哇，这个汤真的太营养太美味了。来，我们尝一下白菜。哼，这个白菜加豆腐真的是完美，太绝了。这也太好喝了吧，哇，真的超级鲜甜，超级的营养，太赞了。哇，还有啥？好的，喜欢吃白菜豆腐汤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下今天的这样做法。哇，这个真的赞，记得一定要加那个香菜根啊，这个香菜根是关键的，非常的香。对的，好，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作品的话，请记得长按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那小圣在这边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萨瓦迪卡。